Nintendo Switch 运动，跨越世代，任何人都能愉快游玩的 Wii 运动系列新作登场。本作的舞台是在一个综合体育设施 Spoko Square 展开，介绍七个运动项目。发球、接球、拖球、杀球、拦网，使用 Joy-Con 进行体感操作，享受排球的乐趣。和队友合作，掌握时机，使出超有气势的杀球。在接球之后，调节拖球的方向，可以躲开对手的拦网，同时使出背飞攻击。以质感的操作，享受轻松的连续对打。羽毛球由左右两边击球，使出网前球可以动摇对方，亦可以用清脆利落的杀球来完结。通过挥动能投出直球或曲球。保龄球在设置了障碍物的特殊球道，享受与众不同的保龄球乐趣。使用巨大的球来进行射门、鱼跃顶球等充满活力的足球运动，可以进行4-4的团队赛或1-1的个人赛。使用盒装版随附的腿部固定带，握紧 Joy-Con 挥动手腕来冲刺，以踢球的动作来射门，进行较直觉的玩法。另外，腿部固定带专用模式射门对决，要连续入球的难度也会提高，瞄准刁钻的入球路线一较高下吧。极剑是分别使出攻击和防御，找出对方的破绽是胜利的关键。武器可以从3种剑中选择，可以积蓄力量进行强力攻击的蓄力剑，手持2个 Joy-Con 的双剑等，有各式各样的攻击方法。挥动 Joy-Con 享受双打的连续对打。网球、上旋球、下旋球、高吊球等，根据挥动方式来控制发球。使用 Joy-Con 来挥动操作，享受直觉的游玩乐趣。高尔夫球游玩收录来自 Wii 运动系列一共21个球洞，透过练习挥杆确认挥杆的力道与方向，观察风向，目标是打出漂亮击球。在果岭上，地面的起伏一目了然，任何人都能轻松享受高尔夫球的乐趣。在篮球项目当中，玩家可以运球、传球、投篮等，以体感操作享受2-2比赛的乐趣。进攻至篮板下不断的灌篮，成功射出3分球的话，更可于比赛中取得优势。在防守时可以趁着对手不注意时抢球，又或是预判其动作来拦截对手投篮。另外，在3分球模式当中，玩家将会争取在限时之内尽可能获得更多分数。也有4人同时投篮、互相竞争的模式。大家协力游玩或认真的竞赛，透过邻近主机通讯游玩，和家人及朋友等附近的人一起，大家兴奋的游玩。此外，所有项目都支援线上游玩。
不单可以和朋友对战，也可以透过随机的配对和世界的人对战。在保龄球，可以参与被随机挑选的16人的保龄球生存战。在高尔夫球，最多8人围绕球洞游玩，享受从杆数最多的玩家开始淘汰的高尔夫球生存战。然后在足球，可以最多8人组成4对4的比赛，请尽情享受线上游玩的乐趣。此外，在线上游玩中多次获胜，各个项目都会被认可专业资格，可以晋升参加职业联赛。联赛是按照实力分为无限联赛到一联赛，请以争取高名次为目标，试着挑战各项赛事。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修改游玩角色的外观、样子或发型，自定 Sportsmates 的衣服，或者选择自己制作的 Me。 此外，透过线上游玩累积点数，可以获取各式各样的物品。和家人、朋友、世界的对手们一起以体感操作，享受跨越世代的游玩体验。 Nintendo Switch 运动。最后，为了能更愉快地游玩 Nintendo Switch 运动，做好准备吧。首先，请在 Joy-Con 装上腕带，并在游玩时紧握。游玩时请确保有充足的空间，避免撞到四周的人跟物件。请小心不要太靠近电视，要保持适当的距离。使用腿部固定带游玩时，避免踢到四周的人跟脚边的物件。请务必确保有充足的空间。小孩子游玩时，请在家长或成年人的陪同下游玩。那么，开始 Nintendo Switch 运动的体验吧。